还有一张小的毛泽东的魔头的相片，这个钱中共他们靠欺负中国的老百姓，剥削中国的老百姓，跟西方的资本家联合剥削咱们中国老百姓挣来的钱，然后挣来的钱然后再来迫害我们。他们靠贩卖中国人的器官然后挣钱来，他们的钱处处是脏的，带有魔性。所以我建议正义的人不要跟中国做生意， Boycott China。 So That's China. So do we, that is China. OK 大会结束，今天我们呢唱歌。